我就跟你们讲过嘛，说这个人就是说啊，他一个星期啊，两三天不吃饭，就是喝一碗汤，他到了就这个一个程度，但是他的骄傲在于，他说我省下我的钱来，付得起首付。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房子何价？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种联合国认为你有辱人格尊严的程度，哎，他是这样去打拼，去攒出一套房子，为了结婚，为了什么？还是说像诗和远方是吧？咱就租了，还是就这么就不打着买？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要是你有钱的话，你就去买；但是要是困难的话，你就应该租。而且这里边最大的标准就是说你要让你自己目前的生活的尽可能的好。要不是的话，你买了房子，你把你的青春赔上去了。对，你把你二十几岁的这个是最无价的东西。对，你要二十几岁的整个生活方式扭曲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这个比房子的代价真是太大了，千万不能这样做。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今天中国其实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很多年轻人牺牲自己日常生活素质。首先我是学佛的人啊，我们觉得人生无常，你说我最现在这五年我死熬烂熬，然后熬起一笔首付，我不知道五年后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无常的。我最重要不管怎么样，五年后我有一套房子，我是不是安心的？你不一定活得到五年后啊。那你这五年还有房子，你这五年活得都很累很痛苦，然后在你快要买起一套房的时候你绝症了。而且那个房价的这种升也不是永久的。对，特别是假如你为了这个事情你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都去做，你本源不愿意拍的马屁你都去拍，你付出的代价是没错。我觉得这是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年轻人，中国年轻人就是被房子绑死之后就什么事儿都会不敢做了，好，不敢想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便是买不起，即便是租房子对吧，租不到自己满意的居住环境对吧，租的很窄小，住的很不舒服，但是呢我的工作在北上广对我很重要，我如果回到我的家乡，可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水平啊我就没法接受，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看你有多少钱，还有你是什么年纪。这个联合国你刚刚说这个规定，它是说如果你拿你三分之一的你的收入来，不管租还是买，就是你还房贷啊，只要是你三分之一是合理的，超出三分之一要吃糠咽菜喝汤了，那个确实是扭曲的。那还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年纪的问题，真的就是说你像我，如果现在我没孩子的话，我也能想象诗和远方，我就随便搬。我觉得确实你有时候租的房子能去一个地点是你买不起的嘛，对吧，是另外一种生活。但你只要有孩子呢，你基本上是不太好搬家了，因为搬家一次对小孩子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的。是吗？真的，我们家孩子就搬家对孩子心理伤，原来以为是两岁之前的小孩可能没什么记忆，也不懂得什么友谊跟熟人，完全不是。我搬了一次家对我女儿伤害特别大，他就老想回去那个旧的地方，就是已经搬了已经有一年多了，成天都念叨要回去，伤害很大，就不敢那个自己一个人睡觉了现在。然后呢我就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可以拿来用，或者说你干脆就说超出了你这个三分之一了，你也就甭想了，那么你还没孩子的时候你就尽情造吧，你想租你想干嘛就租吧，就搬呗，我觉得没有问题，体验不同的生活。租房跟买房还有一个很重要，对你这人生来讲，我们上次讲一个是结婚，一个是交朋友，其实很现实的来讲，当你买房的时候你要考虑它的很多缺点，你要把这个房子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尤其是二手的房的时候啊，漏不漏水啊，进不进雨啊，啊，增值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你要很现实的考虑很多缺点。当你租房的时候呢，你看的就是优点，你就先看它的景漂亮啊，装修好啊。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你要它可靠，你就是看最坏是怎么样。绳子那个按杨绛的说法，绳子就是看它最不牢靠的是哪一段啊，就是那否则的话有那段细的那个绳子我不能要，对不对？这是买房。租房呢，这是人生的态度，真的是比较浪漫，比较现实。我完全同意，这个就像相当于，因为我生活比较特别，我一年大部分时间是住酒店，是住不同的酒店，情人酒店也可以，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住酒店的人，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酒店住，我不会考虑这个地方，哎，这房子结不结实啊，漏不漏水啊，
这附近学区怎么样，你不会考虑这些。我考虑的是什么，这个酒店舒不舒服啊，漂不漂亮啊，摩不摩登啊，交通方面你考虑是这些事儿。所以当如果我们把租房理解为一种比较长期的住酒店，嗯，那你的想象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人生啊，它不是匆匆过客，匆匆租客，是吧？而且我觉得我是最贪的，你们说的我都想要。就是你比如说文道这个，我跟他一样，我曾经说啊，就是四海为家，今天晚上我住在哪个酒店，这个酒店房间也是我的家，甚至我还带着香，我还要把它布置布置。哎，这就是今天晚上我的家呀！在漫长的人生之旅当中，可能这是最后一晚了，对吧？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对吧？所以啊，我有这个观念，看到有不顺眼的东西，这一晚就很难过。对呀，对呀，就我今天晚上不管是住在谁家，不是都是我的家，就是都要不管是谁的床，也都是我的床。没错，没错，没错，重要是床。对对对，我在徐老师那床上都借住过呢，你忘了？对，在香港吓一跳了。对对对，啊，就是都是我的。他不在的时候，不管是谁的床，我怎么不记得？不管是谁，也都是我的人。因为徐老师可能是不是招待人太多了？哎，然后呢？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啊，我有诗有远方的时候，我又想到我在香港有个房，我觉得那个感觉啊，真的就像是远航的轮船，它有锚。就像是这个是吧，就是怎么着呢，又是大树千尺，它有了根，在家总有人念着你，是吧？有个横产，有个横产，不是，而且不是说仁义的喜欢山，聪明的喜欢水吗？仁者越山，智者越水，其实呢，你刚才讲的这个两者都要哈，就是等于你要个房子啊，背山面水，哦，山是稳定，对，水是变化，基本上是祖坟的标准。不，我这风水好，知道左青龙右白虎，对吧？乐山大佛，我乐山大佛。为什么祖坟在那儿？那儿就不动了。对，不只要买房，还得先买好个阴宅，是吧？不动，但是前面水在动。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你对这个山洞你住的，所以你就知道做山雕了。不动产，我跟你说，正是因为人生的多变呢，所以我们才老是希望不动的，有不动的东西，似乎心里有个安稳。那个，对吧？那个玛丽莲梦露有一些那个名言，我都希望真是她说的啊。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她说：“你可以拥有一切，但不能同时拥有。”嗯，你拥有自由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你没房嘛，你没产嘛。对吧，你有产的时候你为他所累，但你心安，就真的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不同的时间。我问一下钱钟书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假如现在有一盘水果你很喜欢吃的，他没有人跟你想跟你抢，你是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开始吃？假定大的是好吃的，小的相对差一点。我跟你说徐老师，我呀40岁之前先挑小的，先挑烂的吃，最后吃好的。但是我40岁之后一直到现在，一拿就拿最好的，有花堪折直须折。对对对对，先吃了再先吃了再好的再说。这就是租房跟买房的区别。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我总觉得年轻人存那么多钱去买房，你其实在牺牲了青春，而且赌博。你在赌的是什么？就你也赌的就是我现在牺牲这么多年，将来那个回报会很好。但是我常常觉得全世界的房市啊，不是一个就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市场，就太多的风险，太多的变数，尤其今天中国房价涨得这么厉害的情况底下，它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子？这是一个问题。什么东西的成本能比青春更贵呢？对啊，你比如说我那么年轻的人，然后我天天看在办公室里面为了我那个未来5年或许会有的房子，然后今天看到老板，哎呦老板我给你擦擦鞋，老板您屁股脏吗？我干嘛过这样的人生呢？所以你看这个佛教里有一个词儿啊，就是形容咱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翻译成中文叫这个叫什么呢？堪忍呐、啊。我有时候经常觉得就说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能忍受的这个居住环境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来着，亭子间，对，香港的这个汤房，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你知道就是就是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就很大的，很不错的。我们跑去那里看，搭满了避震棚，搭满了小房间，穿来穿去。然后，那个带我去的那个鲁迅鲁博的一个副馆长，
就我问他，我说住了多少人家，他说数电表，我们出来以后一看，39个电表，哎呦，39个，然后一榜爷出来，你们来收房子的吗？看中了没有？以为我们真是大家感情不一样，房子本来要卖给台湾人了，要造了，住着一个周作人的老保姆，嗯，周作人的老保姆还住在那里，写信给政协，说这个是应该是保留的，鲁迅跟周作人的故居，榜爷有榜爷的利益，对不对？对啊，他觉得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你们赶快拆了给我们安置，好不容易盼到拆迁了。可是从文化人的角度来讲，你要把鲁迅周作人这个八道湾的旧居拆掉，那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39个火表，其实你没有，其实我就说，其实还是在考虑，就是我们这副皮囊啊，其实你要多大的空间来去安放。你刚刚说的堪忍能忍到什么程度？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啊，我故意去住了一个胶囊酒店，嗯，啊，日本的胶囊，对，他那个其实弄得很现代的，嗯，因为我去看一下，我觉得哎，他倒是让我思考，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就一个床嘛，你进去，而且但他那个装修是很简约，很现代，美丽的棺材，你就有个地方旁边可以插手机啊，插什么那些，其实你也不要太多，但就是去洗澡比较麻烦。这个东西呢，我就发现，就你刚才说的那种邻里关系，你觉得是那种好像大家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我是经历过的。就我小时候，就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你说的这个三张床，但是呢，大家在那里面住着好像都没有隐私，就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是够住的。但是就是说，但没有，就你没有什么隐私，没有什么人是厨卫独用的。我可以说那里有很好的回忆，那时候大家去乘凉啊这样的。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你没有隐私的生活就是很烦的。邻里之间吵架的这种太多了，就相互探听下，其实都没有那么玫瑰色彩。我当年刚分配到广东电台的时候，一个月工资99块钱，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是单位里的分配给你的单身宿舍，我们那叫单身宿舍，它不是租。那单身宿舍呀，我第一次住的是个地下室，那边白天都不是，这从早到晚在滴水啊，潮，墙都是潮的。然后呢，就那么不到10平米吧，我看我们拿那个纸皮箱子隔开的3个上下铺，我左边是一对夫妻，老公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也是个调情的，调钢琴的，调琴师。我说什么主持人是专门调琴？他们夫妻俩在这么一个地方还摆着个钢琴，他整天的嘣嘣嘣的调钢琴。然后我右边呢也是住着我一个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美声的一哥们儿，我就住在中间。你听，哎，基本维也纳的感觉，享受。如果闭上眼睛，维也纳，这家这块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那样，艺术细胞就这么熏陶出来，就那样。后来还都找了女朋友，就等于是三对儿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那真叫鸡犬之声相闻呐。当然，就是也伴以非常高雅的，一会儿那边就起来了。后来呢，我又到了。给我们换了一个地儿，就是汤房，其实也是一种汤房，一间房子劈两半，倒是有墙了，就是7平方米，你知道那个时候。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地板革，就连地板，因为你租的房子就不会好好弄它，就最便宜的那种地板革，胶的那个地板革。广州那个夏天又热又潮，你知道我们那儿有的这个有个陕西的同事啊，他有个这问题啊，就是这个脚臭。不太爱洗脚，老到我那儿串门。有一次呢，他聊到现在还熏香是吧？聊完天人走了，然后我说怎么屋里这么臭呢？这么臭呢？余香人在。于是哎，我找一个痕迹，最后我发现呢，我侧着看那个灯光啊，映出来啊，我说真是这个印记宛在啊，他那个脚印儿啊，印在那个地板革上，因为有点潮，然后我就凑过去，哇，这就是臭源，那哎就是莫名其妙。当时每家到你看这种到最后都会经常闹矛盾，就是所有人的女朋友都在打架，为什么呢？也当然这也有点这个男尊女卑了，就是常常女朋友做饭，对吧？就是
都在摆在楼道，都摆在楼道。你像文道说的，那当然很亲切，你拿我个酱油瓶子，我拿你个醋。但是呢，可能有一天就是你干嘛拿我酱油瓶子不还我，就打起来了。你们现在我们开成一口四天会了，那不就看人吗？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对于今天我们对于租房的某种的不快啊，尤其在大陆上这么多年轻人家想想自己租房挺可怜的。除了说租房条件不好，然后慨叹自己住不定下来之外，更重要就是嫌弃。居无定所。对，居无定所。居无定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这房子不是你的。可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中国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想要自己的房子。对，因为你在欧洲的话，比如说像在瑞士，像在德国，大半人都租房，而且他不是居无定所，他就常租。对，租了30年，对，他还常住呢。你不要说瑞士，但是他的买房政策是很特别的。嗯，你知道吗？他真的很让人就是受不了。就他买房啊，你是不用还本金的，只要给银行还利息就可以了。嗯。因为他们的银行里面汇集了全世界什么人都往那里放钱，你知道吗？他不需要你给他还那个本金，像德国还利息，像德国把房价一直严格控制，所以你买房你没得增值的。嗯、对，你买20年那个房价都还是那样。今天中国房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买不断的？因为它是一个投资啊。所以你说什么中介？你现在就是说啊，这辈子唯一没骗过你的人就是房产中介啊。嗯。让当年让你买都没买啊，现在财务自由了。我们的那些朋友要忆苦思甜，要感慨精神，今天的生活好呢，多数人会选择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小时候用多少厕所，你现在有多少厕所。哦，你明白吗？你小时候我们一算，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可能30家人家在用一个，人口加上去20个人。那你用一个洗手间就是1/20，这已经算好了。你有抽水马桶，那有的是用那种木的马桶，你知道，在上海那么高级啊，那么高级，你去倒倒看，你去倒倒看啊。那现在有的人有几处房子，每一处有3个洗手间，加起来他可能有10个、12个洗手间，那过去1/20增加100倍。香港是算你有几面下床，就是说你这个床啊。是3面下床还是2面下床，还是你只有那个1面下床来衡量你居住空间大不大？三面是很奢侈的。我跟你说，你4面吧。我觉得香港人就一直没脱贫过，从居住面积的角度，香港人某种程度上个个都是千万富翁。对。但是呢，你的那个房子啊，就透着一股穷酸气。为什么呢？我去香港看过他那个豪宅，什么顶级豪宅，几千尺的豪宅，你一看吧，他也是给穷人住的呀。这个几千尺、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恨不能分20个房子，就像你说的，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恨不能10几个洗手间，他就是为了这家人呐、一人住这么一点点。他洗手间多，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我都比较过，你在伦敦就是最近烧大火那个切尔西那个区，香港这边一套房子很贵的，对啊，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比香港大的多的房子。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事件恰好就看到。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你比如说伦敦大火，这个楼里面，这是一个廉租房，里面全是租客，哦，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对不对 ？Chelsea， 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然后你就只有这么一座楼是一个廉租房，然后那就是一些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然后也还有一些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才去住那。然后住在那儿呢，就好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就给你省钱，就搞成这样。就我觉得，所谓的租房的悲哀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就是当你这个城市，你要靠房产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像伦敦、香港、纽约这种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对呀、你现在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啊。租金也在越来越贵啊，你也越来越租不起啊。那相比之下，哎，在这个北上广，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套房子，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财富。现在甭聊什么该不该买房了，你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
你看像你们说的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包括咱们那个小松兄啊，高晓松什么诗和远方是吧，别样的高晓松一见我就是说你活得这么苦就是因为要买那个大房子，买完了房子干嘛，什么诗和远方。可后来我琢磨琢磨，那也就是高晓松吧，就是说要换了我，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老是梦想要拥有一套房子，为什么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甭想我先有个房子我再诗和远方吧，我的感觉是我有了房子啊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而我的诗和远方它不是我365天的生活常态。你在外边晃完了，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种叶落归根呢？或者我这岁数不能跟叶落归，就是好像还是觉得有个安心的。中国的那个房子的这个东西啊，很复杂。它一方面呢，就是完全引进了香港这种卖地皮、抬高房价、发展商，都是香港那些发展商那套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中国大城市里边拥有房子的比例哈、远高于香港，可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的。只要你是原来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我到西安去问过，我到上海去问过，原来这个城市户口的人80%、90%都有，好好坏坏都有这个房子。因为他们最差的房子，比方我们大学里那些助教当初那分了很小的一套房子，他们现在跑来跟我说，哎，我这个房子5万1平方了，就是说虽然其实也很小，但他心理上就觉得，哎，我好像也有现在几百万有产阶级了、是吧。但是问题是你再过20年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就是你们那些叫做早上岸的你就永远在岸上了，这些还没上车的这些年轻人呢他就永远在赶这个末班车，怕赶不上。可是呢回过头来再想，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放开一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香港的朋友，他买了一套房，他就说他原来也跟我一样是觉得不该买房的，他觉得他也说、游遍世界诗和远方，这个他是想的梦想有天他迟早要去游览世界如何如何，但后来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活，存了一笔钱，然后买了房子还不错，1000多平方1000多尺，在香港那就是豪宅面积，100平方了，对，100平方了嘛。然后我问他，你这房子多少钱？然后他给我个数字，我帮他就算一下。哟，你这笔钱，你现在是预备干嘛？说要老了，哎，还是得有个地方。我就帮他算了一下，就一直可以租下去。不是，他可以找，他不是要游览世界吗？有这么一种游轮。那种游轮比较豪华，比较游轮，整艘船不超过500人住，都是一些退休老人、富太太什么。你现在就给他这笔钱，他现在这个房子，如果把这个房子卖了，给这个游轮公司，现在就付出以后你住40年，在这个游轮上面，坐在船上，然后你就游览世界，你可以住40年，哦，然后上面医疗什么全都包的，然后我跟他说这个40年移动疗养院。40年有没有概率碰到泰坦尼克号？对，这你看，就我们对这种飘泊不定的这个东西总是觉得，所以你看，你们就还是不能诗和远方。从数字上来讲哈，你卖掉你现在的一个好房子的话，不要讲坐船，你可以租很好的酒店，在全世界，香港有这样的建筑师 ，whole life， 就是你的毕生，你都可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不太可能，你的东西怎么办？为什么呢？没那么多东西需要。研究历史，我得出这个结论：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人类，但是个别的还有啊。但是人类的游牧，为什么你们想过吗？为什么要是游牧好使，现在怎么都不游牧了呢？为什么整个的大趋势是偏向于定居了呢？放心，这个人类的定居，从住一个房子到全世界住旅馆，本身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对，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在翻倍，那这个时候你过了10年了，你旅行到一半，他500万的房子变成1000万了，那么这个旅行的人有本来的钱就减了一半了，所以这个增值是一个大问题。你知道咱们那个吴晓波老师，这是财经专家，我那天看他一个演讲，他就现在演讲都气势汹汹的哈，就是说出一些金句来，就是说他说你为什么努力奋斗还是一无所获？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肯借钱买房，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早就应该借钱买房。你然后就说，他说我认为，你负债率，中国人不爱欠债，
中国，你看美国人就花未来钱，中国人不爱借钱。他说，但是银行应该有新的理财观念。我认为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有50%到70%的负债率。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向银行借钱，哎，然后呢买房子，然后买了房子呢，假如你付完全款以后，你再用这个房子做抵押，然后再去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哎，我听着感觉很有意思啊。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就我朋友当中啊，什么这个诗和远方，都那些在写诗的人，在做文化的人，是有了一套房子他们才真正自由了。可能一般不止一套房子。我问的有的就是就在北京的哈，就问他们，他们也是做新闻啊，或者是就写文章那些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不是有一个35岁现象嘛，都是做不下去了。然后呢，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工作，我说那你靠什么活呀？平常北京有套房，他说北京有套房呢，我就不用租房，不用交房租。他说其他的生活费其实都没那么贵，我怎么着都能活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是你有套房才可以。所以诗和远方，咱们知道，咱们都认识一个这个作家，香港的作家朋友陈冠中，是吧？这个陈冠中上次来做咱们节目，给我说啊，他现在在北京常住，写小说。对。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到今天，他在北京花的钱是什么钱？房子。他当年呢，为了跟女朋友结婚，在香港好像太古广场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太古城吧，太古广场可是厉害了。太古城是香港的金钟的金钟啊。太古城买了一套房子，结果买了这个房子呢，女朋友又放他鸽子了，所以觉得本来挺倒霉的。可是他后来他说，我就是靠卖了这套房子，一直我在北京不用干别的，就是靠这套房子一直在北京维持我的生活，才有诗和小说啊，没错，一直在创作呀。 你这样再说下去，那租房的人不是更郁闷吗？我一点都不觉得郁闷，我觉得恰恰是你们都还不够远方。就你如果你是想着留在北京，觉得我有套房子，于是我生活很自由，我生活很低，你不一定要住在北京啊。我是随时预备可以去里斯本、里约热内卢。你怎么不是什么通州啊？什么也可以啊，但对我而言，整个世界都是我能够去的地方。我也想去，就干嘛大家视野那么狭窄？上海那个时候有试过，说是在郊区点的地方呢，用一些什么商住房什么，让外地人可以在那里买，可以住，想分解一下这个就是市中心的这种很拥挤的程度。盖完以后就发现，你看它这个交通的规律就不行，它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叫潮汐房，就是说像潮汐一样，这个人在白天就出去，晚上才回去，都是在睡觉的，还是在市中心。对，你没办法。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在香港，大部分人哈，他是如果买得起房，他就买房。一般暂时买不起，梁文道这样的例外了哈。他暂时买不起的时候，他租房。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我们撇开经济原因不讲，我有钱，但是你选择买房还是选择租房？你明白吧？我租房我还可以换，买房就是结婚呢，租房就是交朋友哎，知道吧？买房还可以租出去啊。那你老换着租房，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呢？那没有，都每次都很认真。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挺自由的，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香港，你可能你有，就是你们签合约方相对来说对租客还是有保护的。在国外，很多人他可以不断租房，也是他的那个政策对租客的保护特别的高。是啊，他不会随便就赶你走。啊、这边呢，他有个不安全感。有时候就说美国是租客厉害，租客不走，业主没办法。对的，对的。